日，陈若仪在微博上晒出了一组自己的近照，大概是闲着无聊跟 Kimi 两人外出逛街去了。嫁给林志颖后的陈若仪生活可谓非常无忧无虑了，出门不仅不用自己打车，而且还有司机车接车送，过着贵妇般的滋润日子。陈若仪这波发文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想晒照了，连陪人都显得很清闲起来。 PO 出五连拍只为询问网友喜欢哪一种笑，不过生活过得如此幸福，录不录取笑都能感受到洋溢在脸上的幸福了。照片里的陈若仪皮肤无比白皙，脸上没有一丝岁月的痕迹，甚至没有一点斑点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看着就知道虽然是三个孩子的妈，但丝毫不用为生活操心，不愧是不老男神的女人。不仅面容保养的姣好，连牙齿感觉陈若仪平时都有在帮他们做养护，微笑时露出标准式的八颗门牙，整齐洁白的漂亮门牙，连网友都夸赞藏着太可惜了。坐在后面的 Kimi 提一下也是非常开心了，虽然林志颖把他保护起来不让曝光了，但挡不住 Kimi 偶尔调皮的男孩本性，伸手对陈若仪做出了摸头杀，小举动让不少网友十分欣喜若狂。辣妈陈若仪对 Kimi 突然的举动也是十分宠溺，任由他在自己头上撒泼，难怪 Kimi 性格如此温和，看来在家里没少被妈妈宠着，宠着宠着就成了一枚人见人爱的小暖男。前面的照片让人看了都没什么不一样，倒是陈若仪醉后穿宽松连衣裙出镜的全身照成了整条动态里的亮点，网友纷纷觉得这样的陈若仪韵味十足。这部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评论道，这是怀第四胎了吗？陈若仪怀四胎已经不是什么娱乐圈内稀奇的事情了，毕竟林志颖也说过 Kimi 喜欢妹妹，当然也要为自己圆一下小公主梦了，毕竟生多少都有能力去教养，这才是关键点。陈若仪被怀疑怀四胎已不是第一次了，前两天她在网上晒出了一张去美国的照片，镜子里的她顿时也成了亮点，腰身显得特别粗，虽然她的意图是在晒化妆台，但不少网友都觉得她想晒的是肚子。如果林志颖四胎真的成功拼下小女孩，那么这个小女孩估计会成中国白小七，也会是从出生开始便让大部分网友羡慕到大的女孩，这样看来也甚至非常期待这个孩子的到来呢。